时代少年团谁最帅，可能大家会有争议，但是谁最可爱必须提名贺峻霖。清冷的兔系长相让他的颜值凌驾于帅之上，有着雌雄难辨的美感，他的女装很能激起大家的保护欲，不是说他太柔太娘的意思，是精致，是漂亮。他的面部骨骼感不强，标准的窄长瓜子脸，自带纹绣气息，脸真的很小，眼型平直，卧蚕饱满，内眼角尖细，眼尾下垂走势，妥妥的桃花眼，时而忧郁，时而呆萌，鼻头肉肉的，从侧面看呢又非常立体，和兔子有着如出一辙的高凸面型长相。中庭脸部线条呢是外骨型的，肉肉的两腮真的很像小兔子的样子，真人中 M 唇和小兔子的嘴巴极其相似，两颗兔牙加上小虎牙，笑起来甜度飙升，处处都是兔子的软萌感，整张脸精致的被大家质疑是假人。他的脸是越看越奶，越看越好看，这样一张精致冷感的元气小白兔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评论区说说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